还有九，还有百。好，黄叔，你性子太急了。我刚才跟您说是4月28乱穿纱，这是个顺口溜，这不是个节。我猜早了。你猜早了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哎呀，有点上头了。行了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那行了，那五月吧啊。五月了啊。五月。五月初五，什么端午节？端午怎么了？那肯定有啊，吃粽子嘛。去年我们家吃粽子，你差点撑着，你都忘了。又猜对了。啊，又猜对了，还得敬你三杯。那我还得喝呀。哎呀，你这我喝吧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我的妈！彻底上头了我呀。不着急，哎呦我的妈！不着急，没事儿，哎呦，没事儿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。对啊，来，对，六月，你等着，王叔，六月啊，六月，哎，六月什么节？六月六看古秀。对。对，六月六看古秀，春打六九头，姑娘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留成愁。王叔，我让你找节日，我让你唱快板了吧？王叔，这也是个顺口溜，这不是节日。你说你怎么性子这么急？不玩了啊！从开春我喝到上秀，我都晕了我。不玩了。爸，不玩了。爸，你看人家王叔这个人就是心眼好。不，谁不知道啊？啊，过了六月。双月全是节呀，对呀，这时候人家不玩了，他就是有风格。你看，停啊，玩，接着来，听我的，你来，七月，我就七月初七，什么节？七巧节。错了，哪有这个节呀？没有，有啊，有吗？邻居都知道有啊，这什么节呀？七巧节呀！哦，牛郎织女来相会，谈恋爱，我最爱过这个节了，我呀！哎呀，好，那邻居们，那王叔是不是又错了？是不是还得罚酒啊？你这没办法。行了，我自己喝吧，我自己喝。不着急啊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，你放心。都立了球了，还不着急啊？不着急。哎呀，爸呀，是不是又该他了？八月全是节，全是大节。是大节，我上头了，猜不出来。来吧，来八月，说一个。八月有什么节？8月12啊。什么节？我的生日啊！你滚去吧你！你的生日算什么节？不是。我自个儿猜，不用你了。我看这小子，他不是没有坏心眼，他是一肚子坏心眼的。哎呀，不是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，还打不过，快弄死了，还打不过呢，还打不过。我自个儿猜，八月15，中秋节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老范，哎。这马是不是对你喝酒了？我怎么喝呀？我怎么喝？你怎么喝？那你是怎么喝的呢？我刚才都是这么喝的。好，喝吧。我喝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都替我喝了。我。哎呀。王叔，你说你着什么急呀？你在这儿咚咚咚全替人家喝了，你少来这套！哎呀，咱俩就是欺负人！没有，我补班了，少来这套！哎，王叔，哎呀，幸福来的太准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高兴！哎呀，爸！哎呀，痛快！爸，行了，我觉得这游戏玩的有点过了。啊，他一直他就这么对付我的。不是爸，王叔，我可一直没把他当成隔壁邻居。
我一直当成我亲叔。不是你，他既然是我亲叔，那就是你亲兄弟。玩个游戏，你说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？你说不是，我就是爸，我得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，啊，我妈这才走了十来天，你就空虚、孤独、寂寞、冷了。王叔老伴儿都走了十多年了，儿女都在国外，就一个孙子王小倩还跟着咱们啊，跟着咱们家小米粒去旅游去了。他不比你寂寞呀？不比你空虚呀？不比你冷啊？不是，人家这样还陪着你玩，让你高兴。你说你这玩这游戏，咱俩是不是有点太不是人了？是，这我不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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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人。不是爸，我不是人。你说对了。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是我觉着我错了。不是我，咱把王叔叫回来，为了赔礼道歉，好不好？咱接着玩游戏，咱让他赢，让他赢啊，让他赢，太可怜了，保证让他赢，我叫他。来吧，王叔，你这装备这是干啥呀？干什么啊？刚才我输得很不甘心啊，我来报仇来了。哎呀，来接着玩。不然王叔，刚才呀、啊，我和我爸确实耍了点小心眼儿，我给你道歉。你好意思？我错了。不这样，王叔啊，为了公平啊，这样你选个游戏，我们俩陪你玩。对，陪你玩。你俩敢陪我玩？那绝对陪你玩，咱就玩啥啊？那行，咱玩扑克牌。打扑克，跑得快，敢玩吗？跑得快，行不行？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这话。王叔，哎呀，我让赢啊！来，哎呀，玩，哎呀，咱这有扑克牌啊，玩。哎呀，我来分牌，哎呀，这是一摞，哎呀，这是一摞，来吧，王叔，你先挑，你挑，我挑，那我这摞，那我这摞，等会儿，我来这摞。哎呀妈，毁了，毁了。傻小子，看年画一样一丈呀！王叔，你先出吧。我出个六，我这个牌。啊，对，我先出个六。六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六不要。一个六，十个六。不要。好，六不要。哎，好呀，六不要。来，两张四，不要，你上不去，好哎，三张三，哎，打不了，要不起，三张三不要，太好了，一条大龙。要不要？我更要不起了。那你这满手的，我这都没用他大。那我走了，一张九啊！哎呀妈呀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这么老百姓，今天真高兴啊！这么老百姓啊，今天真高兴啊！哎呀，过瘾呐！王叔，你最后出了张什么？一张九。啊，九是吧？你这来吧，慢慢说实在的，玩不死他们我这圈。K，尖儿，二大王，炸你！哎呦炸！你以为哎你炸来？大子！哎呀，要得起不？不要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这么好的牌，我两张四你不要？好。不是我要不起。你要不起？你看看你看这一手炸，你要不起？你要不起？不是王叔，你不都走了吗？对，恁俩就是想叫我走，不带我玩，对不对？我还不玩了呢，我呀，戏服印呐，我这什么人呐？让他输不高兴，赢也不高兴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我的。那这真生气了，爸，你劝劝他。我还你劝劝他，劝劝啊。老王，一边带着去。小老王，一边带着去。摸摸毛，气不着。你等等等等等。
你这么大岁数像小孩似的。我跟你说老王，咱们俩这一辈子了，啥关系啊？对，咱俩那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，你光着，我穿着裤衩。不是，你说咱俩这么多年吧，说句实在话，你别看天天打打闹闹，还挺有意思。真要是没有他这个人啊，我活的还真就不这么自在，还真就不这么快乐。对对对，我为什么那么便宜的价钱把原来那房子卖了？又花这么贵的价钱搁咱家对门买个房子？你有钱呗。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，我是离不开你，我舍不得你啊。行，别生气，老王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给你鞠躬了。你少来这套，你管都就这样，打一巴掌给个天走，打一巴掌给个天走。那你今天给我一巴掌，没劲。我再使点劲。男儿一口气，流着相思泪，感谢大哥。我炒俩菜，你在俺家喝二两。你别喝，你身体不好，老米不让你喝酒。那咋办？要不咱俩下盘棋？下棋？说好了，啊，不带耍赖的。都多大岁数了，下棋还能耍赖？不能急眼。小孩啊，下个棋就急眼。不带回棋的，保证不回棋。来，下棋，下棋。哎呀，他俩可算是和好了。行了，王叔，爸，哎，你俩下着棋，我去做饭去啊。行行，你做饭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吧坐吧。你先走。来来来，红线最后。老小孩嘛，这不是。那哥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先走。当头炮。八马跳。打你忠心足。我踹你的炮。我跑着。缓步不？缓什么步？我没看清。缓什么步？刚才说了不让缓步，不让缓步，你缓什么步？我没看明白。刚才又缓什么步？我从小人缓步，不让缓步。不是你俩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你别管，你缓什么步？你把炮给我，把炮给我，你给我炮。